我是 Jessica， 是一位瑜伽老师。人们在追求健康的时候，往往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运动。不过，大部分的人不会每天运动，可是所有人每天都会吃饭。所以为了健康，我对饮食的关心一点都不比运动少。亲眼看到自己吃的食物，了解它的生产过程，会让我吃得更安心。时尚的大地有机江米，有机区从来不使用除草剂，它所用的都是由政府认定的有机肥的肥料，而且我们都符合国际美育基金会 MOA 的一个认证，所以我们是由国际单位去把关的。消费者你可以放心的使用我们的大地有机米，种植有机，让我们自己的生活可以改善以外，更让下一代有更好的一个环境啊，可以延续下去。如果你和我一样，也喜欢新鲜健康的食材，爱买让这一切变得非常方便。爱买，为家加一点爱。